反正我告诉你，人生要去奋斗了，整个是 要碰到要困难去走的，是吧？这个你说我在农村待了15年，但是15年当时也培养了我的体质，也培养了我这克服困难的这种精神，是吧？也吃苦精神，那么对我后面这个创业的话，应该也是有好处的。碰到一些困难事情，我感觉也不算什么困难。但我说你年轻人要创业要成长，肯定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。你认为是对的就要坚持，如果认为是错的，你就加加以改进就是了。你每天早上7点钟就开上班，每天晚上12点钟才睡觉，还保持这么高强度工作，是什么支撑了你？做习惯了以后，他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习惯。这3几年都是这样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因为我原来是体力劳动，现在是脑力劳动，感觉到还。没什么那个，后面是把自己稍微是减轻点负担啊，让这个年轻人先干起来啊，先慢慢培养他们应该做什么，该做什么程度，这没有我的事，他们上来那个把它经营下去。